你是干什么？我是我们祝总的司机，我也是打工的，我没有钱。司机？啊，我买辆车是你的？啊，不是，瞧你这话问的，我哪能买得起啊？这我们老板的啊。把车钥匙给我。为什么？你们公司欠我们公司的货款已经拖两个月了，我们要扣车。扣车？不是，这可不行，这我们老板车你给扣了。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哎，你们要扣，扣我们老板，这车我不能给你们，真的。你给不给？我不行，我真不能给你们。不是那个，这车是老板的，不经过老板同意，这车钥匙我不可能给外人。哎，你给不给？不是那个，咱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了，这可不文明啊。今儿要是不给钱，破了你的相，信吗？还有你，冯总，王总、李总，你们别激动啊！不是我们想赖账，我们发出去的货，对方也没给我们打款呢。我求求你们，再宽限我们几天啊！少废话，你个私家这么狂，信不信揍你？这我可就不相信了。从小到大，就我父母揍我，谁也没敢和我打过架。还揍我！不是你小子口气不小啊你！不是，还有这样要债的啊？这可不行！你干什么？啊！咱就让这把刀说话，他要是答应了，这事儿一笔勾销；他要是不答应，今儿就白的进去，轰你出来。马东兵，放！就是那司机。啊！这刀还算把好刀吗？木质不错啊。司机先生，其实我们不要，告诉你们啊，
来讨债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是合资企业，不缺你们的仨瓜俩枣，知道吗？该给谁不该给谁，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不给，我们朱总说了算。来闹什么闹啊啊！闹什么闹啊！我把话挑明了，想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大哥，我永远不失金镶玉，请大哥赐教。听说过市刑警大队柯凡吗？听说过，听说过。柯队赫赫有名，谁人不知啊？他是您兄弟？我没兄弟。那你再给我装睁眼瞎，我告诉你啊，我把眼珠子给你挑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哦，你对呀，您就是柯队长。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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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啊！明人不做暗事啊！我现在是朱总的司机兼保镖，以后讨债来找我，我给啊！想要多少钱，告诉我，听见了没有？不来了，不来了，不要了，不要了，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滚蛋！滚蛋！快滚！我玩黑了。进来。哟，柯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哦，我叫关亚，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刚从北郊分局调过来的，你的事迹啊？我不是警察了，人是我打的，公事公办吧。啊，原来是这样啊，跟田局摔杯子的人就是你啊。没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来吧。这下可消停了，像他这种粗暴鲁莽之人，早晚都是这个下场。是吗？其实我早就知道他是要惹是生非的。啊，你说吧，柯凡，怎么了？打人？出人命了吗？伤了几个人？不管是谁，你们一定要依法办事儿。该刑拘的要刑拘，该处罚的要处罚，不管他以前是不是警察。对，就说我说的。哎，常总队长吗？啊，我是田建华。有个情况啊，跟你通报一下。
你们火察处周元的爱人柯凡。我知道了，周元的工作我会去做的。嗯，好。嗯，喂，周元吗？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报告，请进。总队长，请坐。柯凡离开公安队伍，我也感到很惋惜啊。组织上是不会挽留任何不符合公安干警行为准则的人留在公安队伍里，而且违反纪律、违反法律，同样会受到纪律和法律的制裁。柯凡他怎么了？我刚接到市公安局领导的电话，说柯凡现在在一家外资企业打工，而且还是在试用期内，却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参加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他出手伤了很多人。今天开发区公安分局对他进行了治安拘留。啊，他怎么会这样啊？我听说你去派出所了，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判了没有啊？治安拘留七天。才七天？你还想置人于死地啊？排除他算了，就他这种人，就像个没文化的打手，胡同里的痞子，他跟着你多是身份。我警告你冯元平，你要是再说柯凡一句坏话，我还抽你啊。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过柯凡这次在提升公司的知名度上确实做出了贡献，您说是吧？嗯嗯，你说什么？你看看，柯凡打人都已经登报了，说外资企业雇佣职业打手殴打中方的员工。这回我们维特亚药业集团公司名声大噪了。好，写得好。写得好？哎呀，维斯特亚药业集团从创办开始就没有一个员工像柯凡这样为了公司的利益挺身而出的。柯凡可以说是咱们公司的英雄，绝对的英雄。穿越，绝对穿越。你说什么？我是说英雄和流氓在一个群体混搭很有时代特征。哼，哎呀，这么酸不溜秋干嘛？柯凡比你强一百倍，你瞧你那天那样，吓得跟孙子似的。说你不像个男人吧，有点过；说你是个人妖吧，你还缺少那么点女人味儿。
你呀、啊，先把自己定位准确，之后呢，再出来混吧。啊。你不就是想跟那姓柯的上床吗？别以为我看得出来。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谁？我。风啊！你骂我吧。哎呀，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是，我承认，我恨他，我嫉妒他，我恨不得杀了他。可你就没这胆。好，既然你帮我起草这个东西，那不妨我就略作修改。